林权广邀社团座谈，公斗团体说别想摸头，闲聊救不了民调，闲聊救不了民调，劳工要具体改革，劳工要具体改革。行政院长林权邀24个社运团体代表座谈，听起来不错啊，不过部分社运团体可不这么想。选前蔡英文就承诺要解决，但是一直拖到现在，承诺过了七个月，什么东西都还没有。大家畅所欲言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这就是闲聊。不过他们还是派出代表，要看看林权是否想办摸头大会。有些时候呢，是我们想做，但是我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呢，需要跟各位在沟通讨论的地方。那我就借这个今天的机会呢，我想我们一起来听。虽然座谈会从两个半小时延长到三个小时，但是因为议题太多，没有聚焦和结论。全力还给人民，全力还给人民，不要只是闲聊，不要只是闲聊。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